实在就是 SUM。 各位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呢来帮大家介绍的是2016年的马自达马六，那它新车呢是123万，它本身是顶级款的。那当初车主呢他有选配这个钢铁灰的话，原厂呢它需要加购3万，那现在折下来竟然只要48万8，我觉得是超级划算的。我们来看它整台车的特色在哪里。基本上呢，这个车呢，它本身配有所谓的转向头灯，那它的头灯呢也很特别，它是省电的 LED， 那它晚上打出去的光呢，它本身是非常的明亮哈，搭载19寸的一个铝圈轮框。那它本身呢，前车主他也是刚换4颗新胎而已哈，各位可以看一下，这是10元硬币哈，它本身的深度就有这么深，所以这台车呢买回去之后基本上不用花什么钱。这台车2016年跑了227,644，我们这台车呢它本身还在原厂有保养，那我们本身也没有做调表的动作，它本身有所谓的怠速熄火，那还有所谓的就是胎压侦测器，那方向盘这边呢它有配备这个定速的一个功能，本身呢它还有原厂的一个大萤幕，全车搭载6颗的安全气囊，包括它有2侧的气帘，那它的后座呢几乎都没有什么在坐人，所以你会发现它的皮椅啊非常的新颖，基本上没有人在坐。这台车呢虽然里程稍微多了一点，不过我觉得呢经过我们的ES认证，本身大家使用者使用起来会非常的安心，保证不是泡水，保证不是调表，保证不是重大事故车，那它绝对也不是所谓的白牌或是所谓的计程车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的2016年马自达日本原装进口，新车是123万，本身现在店面折下来竟然只要48万8。如果近期呢想要选购大型房车的你，我觉得一定不能错过这台这么漂亮的一台车。我们是承德汽车，我是马克，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。实在就是 SUM。